嗨，各位 Manscape 朋友们，现在是晚上的宵夜时间，现在晚上的12点整，晚上正12点哦，看一下12点哦，我现在高雄的这个福华饭店，明天呢有重要的事情哦，所以来这边出差，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肚子饿，因为晚上刚直播完了。巴豆腰，我看到这边有一些深夜时段的 Uber E 的打折，居然可以5折，有没有看到五折？哎，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五折，但是反正我就是刚刚看到肚子饿，想说要点个东西，然后看到这咸酥鸡可是台湾的夜市小吃这个前几名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来点一下咸酥鸡。然后呢，现在应该还在营业中啊，我们点点看，不要点太多啊。咸酥鸡一份是65块钱，我们点个一份好了啊。没了，已关闭啊，不给我，再点啊，已关闭，5折的都关闭了，是不是？我看这个有没有咸酥鸡。哎，也已关闭，都已关闭了，哇塞，都已关闭。刚刚才点进去才出现已关闭，好，所以它特价到12点整了、啊，那我们再把它重新刷一次，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特价。好，5折的没有了啦，5折的没有了，它到12点前止就没有了。我看一下哈、哦，有7折的 Subway。Subway 现在7折啊，啊 ，Subway 你吃吗？都好。布莱恩说好。看一下啊，叫 Subway， 那 Subway 有什么好拍的 ？Subway 没人要看啊。但是刚刚的咸酥鸡，如果我不要五折，但是还能不能订得到？就好嘛，我不要五折嘛，但是送货嘛。对，但你货送来嘛，我原价也跟你买嘛，我不需要五折嘛，但是有没有？没有。都关闭，哎，12点之后全部好几家店家全部关闭了，关呀，无啊，无啊，拢无啊，拢无啊，没无，不死心，试试看，看有什么东西，看一下我上面堂姐哈，那如果你现在是半夜在看，被我饿到了，不要怪我，好不好？再点个卤味耶，卤味运送费用是30块钱。排骨酥啦，卤味怎么有排骨酥啊？哎，排骨酥好不好？我点哦。排骨酥其实就是跟咸酥鸡有点像，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。但是排骨酥就是。肉比较少了，点两份，一份55块钱，点两份、哦，因为它的肉很少啊。你爱吃豆腐嘛？白叶豆腐，嗯，啊，嗯，白叶豆腐，一份好，白叶豆腐，然后哇，卤牛肚，哦，卤牛肚就贵了，160。猪头皮25块钱，猪皮啊25块钱，不是猪头皮。哎，大肠是什么？是米肠吗？不是吧？大肠就是猪大肠吧？哦，这猪啊，小肠，鸡脚，鸡心来个2颗好了，鸡心很容易饱。米血来个一份好了，米血来个2份好了，反正我点什么他一定都吃得完了。对啊。然后，哦，麻辣鸭血，你最爱的吧？鸭血，麻辣鸭血，好啊，哦，然后卤蛋、鸟蛋、素食，差不多吧。哦吼，猪心、猪脚、猪皮，我、哦、来个卤，这个卤牛肚好了，卤牛肚一份。OK， 点完了，给他细量435块钱。会不会点太多？435。哦，检视购物车。
啊，很抱歉，打烊，无法外送至你的地址。无法外送至你的地址，真笑哎、欸！清空购物车，好吧。哎呀，那谁要送？所以你看 ，Uber 到半夜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多是点不到的。现在几乎都下班了，因为晚上十二点了。配送时间，看吧，营业时间，好吧。好吧，各位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们时间了，真笑了。直播没有，我在录影。今天这支就是废片啦，赶快洗洗，赶快睡觉，不要看了，拜拜。